好，我是莲姐，今天来这里摘这个苦麦菜。老人说可以，刚生了小孩的人可以催奶。小孩子。人呢？下面呢是一个什么？拉还松哎，我都上不来。哎呀！来，来吧。哎呀！你买哪一条啥？啥？嗯。你买出车的眼镜啥？没吧。对呀，出车眼镜四个杯，嗯。这个，我一条眼镜蛇，看见没有？有一条眼镜蛇。就在我屁股后面。